是晨曦吗？我现在马上赶过去，你先等我一下。你是不是有一件文件要给我签？你怎么知道？你真的希望我签名吗？这是你想要的吗？这也不是我最想要的，但是现在事情的发展已经超出我能够控制的状况。为了能够让事情回到原点，我只好出这种下下策啊！喂，喂，我话还没讲完呢，这信怎么都变得那么没礼貌？好了好了，现在离婚协议书，你看。你说的对，他真的要我签字，我不要这个孩子。失去可以让我发光的舞台，我不能再失去存心，请你原谅我。平安地来到这个世界上。唉，我是爸爸。真心人，要不要人？让人把我交救护车。求求你，能帮我救一下陈心怡。由于外力的撞击，孕妇的胎盘探索脱落，而导致大量出血。为了保护妈妈，我必须紧急做引产手术。雷森说要拿掉纪念品，这是引产手术同意书，麻烦你签名。为了两个都保住吗？目前的状况已经不可能了，季先生，时间紧迫，你赶快签名吧。真的可以。医生，陈曦，我来救你，你不要钱，你可以不喜欢我，我求你，你不要杀害我的孩子，我求你，不要钱。不要钱，不要钱，我不要，我求求你，我求求你，我不要，顺顺，今天不要，我不要，今天不要，不要，求求你，今天不要，我不要钱了。
将会被谁抱紧？唱什么歌哄他开心？我想着天空什么时候会放晴，地球不曾为谁停一停。你的明天有多快？你起来啊！哎，不倒的腰无，你有要吃什么话无？妹，妈特别炖了鸡汤给你，我带一点给你喝好不好？好，还是你要吃苹果，二姐削给你吃。嘿。我要看小孩。小孩呢？没有了。没有了。我的小孩没有了，对不对？到大什么事情都做不好，我连小孩子都保护不了。快快快，你们听阿妹讲啦！我的小孩没有，我的小孩没有。是的，你们听阿妹讲，这不是你的不对，这不是你的不对。我没有用。不，你们听阿妹讲哦，乖。是你他还好吗？可不可以让我进去看他一下？妈，你不要叫他进来，我没有看到他，我没有看到他，我的小孩子，妈，我的小孩子没有了，妈妈被黄金买了，我的小孩子没有了，快，到我娘家，娘家。你让我看他一眼就好，看一眼我就走，要不然我不会放心了。你看他一眼要干嘛？要被他牵制，对不对？你救你了，我们没有最怕的。你走了。